不是打雷下雨，这样的鬼天气，可真是让人造得很。老爷这个时辰肯定还在书房习作，补汤煮好了吗？煮好了，夫人。按照我的吩咐做的吗？ 是，夫人，煮了3个时辰，菜梗都烂熟了。那就好，去送吧。是。哎，让老爷别太辛苦了。哎，老爷。 夫人让我给您送汤来了，老爷，老爷。 大理寺王嗣成在光天化日之下于家中被雷劈死，此事太过荒谬，太过荒谬啊！莫非这王嗣成贪赃枉法，遭了天谴？休得胡言乱语！你有何证据说我大理寺官员贪赃枉法呀？ 我是没什么证据，可是老天爷看得真切。休得胡说！我为官清廉，恐怕遭了天谴。早晚勿躁啊！事关朝廷命官，要是消息传出，朝廷内部定会一片混乱呢。此事万万不得让陛下知晓。 上房检查，得嘞。昨夜可有什么异常？府中一向门禁森严，又有专人看守，未见任何异常啊。王嗣成一直在书房中。哎，是是是，每天晚上主人都在房中习作。啊，是。可有人进出过？府中昨夜没有客人来访。 主人平日里在房中处理公务，总是房门紧闭，听不得半点喧闹。没有吩咐，我们都不敢轻易打扰。是吗？是啊。可是，主人怎么会在房中被雷给劈死？这说不通啊！是啊。老大，避雷的龙头我检查过了，没有任何动过的迹象。 双燕，尸体怎么样？除雷迹痕迹之外，无明显外伤，也没有发现中毒的迹象。不是双燕，都烧成这样了，你咋看出来的？如果先中毒再死，尸体就不会呈现这样的状态。哎，你在质疑我？不不不，随口一问。哎，要我看啊，都是他黑心惹的祸。 要不这雷电长了眼睛，不劈别人，偏偏警方劈他。哎，你小点声，别被夫人听见。哎呀，不怕，他在房间里还嚣嚷着呢。再说了，实话还不让人说，平时就贪赃枉法，手脑都会了，能不得报应吗？哎，别说了。呈现如此焦黑状。 尸体可能并不是王嗣成，都已经烧焦到没有任何辨识度了。
有可能被人偷换。反正要真是他就好了，贪官。哎，这人咋不穿鞋呢？哦，我家主人呢，脚上容易出汗，到了热天的时候啊，他一般在家都是打赤脚的。哦。谢谢各位的捧场，我们的幻术呢，十文钱包教包会，上天入地无所不能。要学会幻术，今晚吃饭，一个鸡腿变三个。我钱不够，我回去跟我娘讨点。你给我等着，别走啊！好，不走，你快点啊！走。你怎么来了？王四成前夜被雷劈死，烧成黑炭，你可知道？我们老大让你去看看。不去。老大准备了香茅烤春鸡，吃不吃随你哦。鸡，哎，萨摩，王四成的尸体是在哪里发现的？就在你脚边啊。这儿。嗯。屋脊上的龙头三炮已经检查过了，没有问题。不在房上，蹊跷就在房中。平常人家房上往往设有龙头引雷，龙蛇伸向天空，蛇根连接引线直通地下。我刚看过引线了，在房内的一节竟然被截断了。什么？并且这引线被截断后被人接上了一根系统丝，一直通到着桌下，隐蔽地绕在桌腿上。可是这是个木桌，难道还能把人电死不成？巧就巧在这不是普通的木桌，你们看这木桌上镶嵌有雕花的铜条，只要将铜丝接到这铜条上，房梁上的雷电就会直接引到房间里。更巧的是，你们刚说王四成平日在房间里都不喜欢穿鞋吧？看来凶手对王四成的习性了如指掌，每日既然只有他一人赤脚在书房习作，他需要做的只是在书桌上动手脚。可是现在尸体成了焦黑状，无法确认死者身份，
去把王夫人请过来。是。一会儿我们一起去看看王思成的尸体。三嬷，要问夫人什么，赶紧问吧。夫人，请看着尸体的牙齿。是不是王思成？是他。缺了三颗牙，是景泽。你怎么知道？今天我路过厨房的时候碰巧看到了。哎，我为了办案看的。我今天去厨房看到了下人给王思成煮的汤，把芹菜煮烂到那个程度，说明王思成一定是牙口不好。闻着味儿就来了，你属狗的。五方开外我就能见了。我要是偷着吃点东西还不行了？当然不行了，这是哪里的美味啊？我怎么从未闻过？一个住店客人带来的怪鱼，说是在山坡上捡的。怪，萨摩已是大法第34条，样怪则鲜美，待我助他一臂之力。萨摩，萨摩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，赶紧跟我走。我，哎呦，急什么呀？天大的事也要等我的鱼汤开锅了再走啊！赶紧跟我走啊！我要喝汤。还跟我走？要喝汤。跟我走。喝汤。快走。汤。走啊！啊，死者陈耀宗是个书生，伏案习作时被劈死在家中。哎，这尸体可真有造型感。哎，他的手里紧紧握着这个，你们看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书生在平康房有一位私交甚好的小燕姑娘，这东西可能是她给的定情之物吧。来人，在，去把小燕姑娘找来。是。耀宗，耀宗，耀宗，为什么这么狠心离开我？为什么？我问你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小女从未见过。官人，求你一定要帮忙破案啊！我可以给你当牛做马。别再做戏了，我觉得你杀死书生的可能性最大。什么？书生忙于科举，顾不上你，跟你进行了诀别，此事有误吗？没有。所以你因爱生恨杀了书生，并造成雷劈死的假象。不是，跟王四成的事件重合，企图逃过制裁。不对，凶手不是他。什么什么？他浑身脂粉香气浓，装束庄重，并且身上有很强的酒气，妆容也有些花掉，头发不整，应该是在妓院招待了一晚上客人吧。并且我推测，书生应该并不是要跟小燕姑娘断绝来往，而是许诺考取功名后就回来替他赎身。你手里紧紧握着的就是书生送你的定情信物吧。小燕姑娘，我说的对吗？想问就问了，
干嘛藏着掖着？我没有。爱问不问，难受的是自己碰。哎哎哎，小子小子，是我想问啊，是我想问啊，那个你怎么发现小燕姑娘嚎啕大哭是为了玉佩的事儿？很简单，她进来的一瞬间，第一时间就是摸自己胸口以上两寸的地方，不是心口的位置，所以不是为了平复呼吸，而是说明她的胸前挂有饰物。而且王思成夫人也让我见识到了，死掉爱人的那种伤心是演不出来的。虽然我不太理解那是一种什么感觉。王思成的尸体那边还有没有发现？暂时没有。来，用力，来。你们这是？啊，朝廷下令，防火防雷。用这个？嗯。找一块四寸的鱼尾形状的铜瓦放置在屋顶上，就可以避免雷电引发的天火。你们这个不行的，不行的。东起泰山雷，南起衡山雷，西起华山雷，北起衡山雷，东起嵩山雷，五雷速发。青石青，镇土高蒙，水前二气，魂已成阵。五雷五雷，几回黄鸣，阴云变化，后见群情。五虎极致，突发扬声，声雷急速行，急急如律。老大，喝茶。如果按照萨摩所说，可以排除小燕作案嫌疑的话，就要从别的地方入手了。大理寺城、书省，这两个案子，这两起雷击事件发生的时间相近，案情相似，想必必定有联系。紫苏，你回想一下。我想起王思成跟五年前一起强奸案有关，长孙家四公子被告强奸，那个死去的书生陈耀宗为其做了不在场证明，所以王思成以证据不足未将其定罪。这件事情很蹊跷，但是当时并没有更多详细的记载，均一笔带过。案子于武德九年农历十一月初四未时结案，当日晴，艳阳高照，气温宜人。牛。当年案子的证人果然是那个书生，这就是二人的联系。三炮，哎，你去探查一下那个妇女的亲人。好，这就去。我打听到了，那件事情发生以后，那妇人的丈夫一直在长安城以卖鱼为生，他的家就在这里。想必你已经知道大理寺城和书生的事情了。嗯，我知道。那你可知道这两个人都与你妻子的案子有关？老天开眼，为我报仇雪恨。那件事情发生后，素英整天以泪洗面，他已经不再是当年的人了，让我写休书休了他。每天洗好几遍澡，一遍遍冲刷自己的身体，都脱掉了一层皮，还吵着喊着自己脏。有一天，我从鱼市上回来，苏英他。上吊而终，身上的皮还都是烂的。
你现在是这个案子最大的嫌犯，这两个人的死跟你都脱不了干系，所以你必须要把事情说清楚。如果有可能，我真想亲手杀死那两个畜生。可是下大雨那天，我在东市卖完鱼就急忙赶回了家中，哪里都没有去。邻居可以为我作证，至于书生，他死的当夜是我固定每月自家鱼塘换吃水的日子，一换吃水就需要整整两天两夜，我根本没有时间出门，真是老天开眼，老天开眼呐！隔壁的渔夫跟你走动多吗？还可以，经常有往来啊。他平时为人如何？我们现在怀疑他与两起命案有关。啊，不可能吧？绝对不可能，他可是老实的要命，平时话不多，但是他总是帮助附近的邻居，还跟别的商贩不一样，常常把自己要卖的鱼分送给我们吃。这么好心的老实人怎么可能杀人呢？那下雨那天他在哪儿？你是说大暴雨那天？对，他在家。那天我去他家想让他雨后帮我看看屋顶上的漏雨，他确实在家里。那两日前呢？两日前，哦，两日前他在家中换池水。昨天早上我妻子还抱怨晚上睡得不好，是因为啊被王老汉家里巨大的换水声给吵醒了好多次呢。有什么进展？书生的口鼻脏器内均没有发现灰烬，也就是说他是死后被焚尸的，身体内也没有中毒迹象和外伤致死的状况，心也是麻痹状态，所以说啊应该就是雷劈致死，可能是我们想太多了。哦，还有他手上握着的铁牌除了纹样奇特外没有其他发现。慢点吃啊，别噎着。世间没有会伤害我的食物。客官，里面请，里面请，不三不四招呼客人，快点快点。请。上面还有厢房啊。哇，我怎么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鱼啊？这什么鱼啊？哪来的？最近的鱼市在卖很多奇怪的鱼，只要是我没见过的，我都会买来尝一尝。四娘，我发现你的手艺有进步哎。吃完赶紧朝岸去，老娘等着收尾款呢。我差点忘了，你看这个。这个东西我知道是谁做的。你知道？我找他做过暗器。这又不是暗器，怎么确定是他呢？因为全长安城能铸造这种铁具的人只有他一个。小哥，啊，你看看，你认得这个吗？出自我之手，怎么不认得？那你可还记得你把这个铁牌卖给了谁吗？这种专门定制的铁牌，我只做了两个，都卖给了一个从吐蕃来的巫师。谢谢啊。啊，都卖给了从吐蕃来的巫师。我也听坊间百姓说过。这个巫师通晓雷电之术，还知道大家如何安装避雷装置，要利用这点和巫术来杀死大理寺丞和书生都再容易不过。没错，吐蕃向来和我大唐战火不息，近来局势更是紧张，也许巫师正为该国派来的杀手，先灭大唐官员和才子，然后灭国。给我搜！别再装神弄鬼了，我都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你为什么用法术杀人？我没有杀人。你还有什么说的？我看就是吐蕃派来的杀手，准备伏法吧。我冤枉啊！我只是在练习五雷咒，使用技巧还没有掌握。如果掌握，现在就该打雷了。
还敢狡辩？死者手中的铁牌，据说只卖给了你一个人，不是你是谁？这太可笑了，我确实在永乐坊的师傅那里买了这个铁牌，但是我是用来制作法器一观天象使用的呀。少卿，找到这个怎么样？的确和书生手中的一模一样。搜到些衣物。还有活鱼。你看这，也就是说，当年的案子，为长孙公子作证的还有一人，对，宣化坊的一位素商。走，他会有危险。又有一人被电死了，死者是宣化坊的一位素商。昨夜跟你妻子的案子有关的那个素商死了，看来我烧的香真的一柱都没白费，苍天助我。所以你们是又怀疑我了吗？不然如何？死掉的三个人都和你妻子的事情有关。我明白，我确实有最大嫌疑，可是我身体不适，都没有出摊卖鱼，在家休养了一天，哪儿都没有去。你们可以随便问街坊。来，老大，喝鱼汤。哦、这鱼汤可炖了很久哦。你傻呀？嚯，是挺烫啊。来，来。嗯，鲜。嗯。哦，刚才我听说呀。这鱼市上啊，最近出现了很多怪鱼，虽然味道一个比一个鲜美，但捕捞起来啊有点费劲。说灞河边有个渔夫收网的时候被累着了，浑身抽搐，直直的倒在水里，当场毙命。哎，萨摩，我想知道你的铁牌是不是曾经丢失过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丢的？上次给巫师做铁牌时，刚做好两个就发现不见了。上次我来问你的时候，你怎么没说啊？我以为是小孩淘气给搞丢了，没放在心上，就再做了两个给巫师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没事。沈兴龙。啊。大人，我是整孙家的下人，我家公子失踪了，夫人在家中一病不起，派我来告诉你们。天哪，他不会已经死了吧？肯定是死喽，不然怎么会平白无故消失呢？我明白了，你们跟我来。去哪儿？去拯救公子。他还没死吗？还没死，快，再晚来不及了。我可不去啊。你为什么不去？我不理解为什么要救长孙公子啊，他难道不是最应该死的吗？我们都不要去救他，等他被杀死吧。滔天罪行也应该用律法，也只能用律法来解决。哈哈哈哈哈哈
现在你知道什么是痛苦了吧？去死吧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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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住手！闭嘴！我认为我已经做好了一切，你们到底是怎么发现的？他们都该死，都该死！那个软弱的书生，目击了苏英被这个混蛋强暴，但是却位于强权，而做了假证。苏生当时在旁边戏谑嘲弄我妻子。王思成收了这个人的贿赂，而把案子压了下来。这些人都应该受到雷公的制裁。那个死去的渔夫，是我一起打鱼的朋友，就是死于点连击中。于是，我就萌生了这种方法复仇。现在就差最后一步了，我现在就要亲手杀死这个畜生！官人救我！官人，官人救我！放手！啊！爹！
久等了，久等了。哦，来来来来来来。哎，我告诉你们说啊，以后呢，再也不能说我萨摩多罗只认钱不认朋友了啊。有什么好事没想着你们啊？这个是我独家秘制的萨罗汤，十全大补，所有的精华我都放在里面了。来尝尝，尝尝。嗯，不错哦，真好喝。不过这渔夫虽然杀了人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是替天行道了。总结得对，耶、yeah! 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咱们也算是替天行道了呀。嗯，什么意思啊？鱼汤。鱼汤挺好喝的。对啊，还行。嗯，真鲜。说不定渔夫就在你们三个的肚子里呢。任何人都不能打着主持正义的名号剥夺他人的生命权。我掐死你啊！我不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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